华人争相飙歌的舞台。继马来西亚的高手之后，新加坡的唱将也投入战局啦。我听得出来你的基本功其实相当的扎实，惊为天人。91分，谢谢老师。还有前任国语卫冕者重返舞台，企图夺回卫冕宝座。你的语气跟你的风格仍然是最大的优势。本周六晚上8点，明日明日之星 Superstar。